War makes men mad. But humanity can shine from even the darkest hours. And those valiant hearts stand up, fighting for love, friendship, and honor. 欢迎收看本期的游戏不止，我是乔伊。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一连串枪响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药桶。欧洲各国开始了紧急动员，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战争做好准备。在法国圣米耶勒的一个小镇，妻子玛丽正抱着年幼的孩子，躺在麦穗堆里，看着为生计忙碌的丈夫卡尔。这天阳光正好，一切都是那么平静。然而，战争紧张的气息很快笼罩这片祥和之地。今天是1914年8月1日，德国迎向俄罗斯帝国宣战，法国也即将卷入这场血腥的战争之中。如果战争没有来临，这对夫妇将安稳地生活在这座风和日丽的法国小镇。两名宪兵的到来打破了这份平静。由于卡尔德国人的敏感身份，为此将被驱逐出境。他还被迫和自己的妻儿分别。战争的灾难不仅影响年轻人。数天后的8月3日，德国再次向法国宣战。法国动员了大部分有生力量，连中年人也不例外。卡尔岛上人艾米尔收到了征召令，需要立刻向最近的军营报到。就这样，残酷的战争将一个又一个无辜的百姓卷入了地狱之中。由此也展开了游戏《勇敢的心：世界大战》的故事。当艾米尔来到军营后，在教官吉侯侯的带领下，匆忙地参与一些简单的军事训练后，就准备投身战场。做一款2D 的横版冒险游戏，游戏的操作简单，很轻松就能上手。经过一系列简单的越障、掷弹、近身搏斗训练后，在马赛曲的激昂伴奏下，这群法军士兵将踏上前线的征途。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在接下来的4年战争中，绝大部分人再也无法回到自己的家乡。《勇敢的心：世界大战》是2014年由育碧蒙彼利埃出品的一款游戏，并在横版框架下引入了传统解谜、潜入等多种游戏元素。游戏采用手绘画风结合漫画分镜的形式，充分地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埃米尔随着火车来到巴黎，在这里准备兵员的集结。火车站的大部分法军士兵还未直面战争。有人在站台大快朵颐，有人演奏着音乐，也有人在调戏一名大块头黑人士兵。当时，法国为了战争，在各殖民地和美国召集了一群黑人士兵加入外籍兵团。这些黑人士兵和早年间战地为的单人剧情中展现的一样，大部分法国人不怎么看得起他们，所以经常会在军队中让这些黑人干苦力，并且还会对他们进行各种侮辱和排挤。埃米尔见此不妥，便帮他解了围。两人在简短的交流中得知，他叫弗雷迪，来自美国。随后钟声响起，火车即将发动。还未过多熟悉的他们就此匆匆告别。1914年8月21日，德军在向法国宣战后，一路势如破竹攻入法国境内。战火已经快烧到了埃米尔的家乡了。法军为了抵抗入侵，向敌人发起了冲锋。然而，面对德军猛烈的机枪和火炮，法军的伤亡极其惨重。画面也从明媚变为了黑暗，大量的战友倒在了身旁。埃米尔也被一发步枪弹击中倒地。一场屠杀结束了。更为讽刺的是，在画面中我们看到了被驱逐回德国的卡尔，他也被迫卷入了这场战争，以一个侵略者的身份来入侵自己在法国的家。游戏以关卡制呈现，由4个章节组成，沿着一战的发展历程，从1914年的战争爆发一直延续到1917年的尼维尔攻势，大概通关时长在5到6个小时左右。故事以卡尔、埃米尔、弗雷迪、安娜4个普通人以及军犬沃特来多线发展，通过他们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中互相交织的命运历程和他们写下的日记，来让玩家感受到一个普通人在面对战争时的无力和绝望。我个人觉得游戏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随着一战的推进，玩家将和角色们参与多起著名战役，例如《战地一》中可以预见的马恩河战役，人类第一次将毒剂运用到战争的第伊普尔战役，在法国的兰斯大教堂抵御齐柏林飞艇的袭击，在凡尔登硬抗德军猛烈的火炮，以及在索姆河的士兵们第一次配合坦克来突破防线。不单单是这些战役，制作人也把战时法国的一段有趣故事也写进了游戏。当年敌人大军压境，前线严重告急，法国已经动员了所有可用于运送兵力的火车等载具，但依旧无法缓解运力不足的问题。为了将后方兵员快速地运往前线，巴黎召集了市区还在运营的雷诺 A7 出租车们，靠这个只能承载5人的小车，就这样一趟趟将大量兵员和补给运往前线。游戏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的出租车传奇，配合康康舞曲各种节奏的卡点，很好地展现了当时法国在战争中的一段特殊经历。 而游戏在音乐上的表现极其出色，运用了不少经典音乐，将气氛烘托得非常到位。第5号匈牙利舞曲、野蜂飞舞等结合各种障碍卡点，甚至将游戏演变成了一个音游。游戏 NPC 之间的对话也很有意思，采用一种看图说话的方式，有些时候简单易懂，有些时候有点懵。 游戏结合各种一战真实的历史故事、武器装备、物品细节等，尽可能给玩家描绘了当年那场完结一切战争的战争。每场战役还看了相关的真实事件百科和历史照片，玩家能通过游戏中的战争推进，结合这些史料来了解背后的故事。在每一关，玩家还能找到各种收集品，游戏非常细致的在收集品上加入了不少百科。 能让玩家从这些细小的物件来感受到这个战争年代的人文风貌。游戏的解谜设计得很不错，但如果遇上卡关了，还能采用一种非常一战的方式——信鸽来向你提供一轮炮击。哦，不是，是游戏提示。这些信鸽能在一定时间段内飞来，给你一张解谜提示的照片，以便让玩家更好的体验游戏。因此，我个人非常推荐《勇敢的新世界大战》，同时游戏是有移动端的版本。 如果大家对这个游戏感兴趣的话，不妨体验一下。它将带你以小人物的视角，重新回归这场残酷的世界大战，也能让你体会到什么叫潸然泪下的游戏结局。如果你对这个游戏不是很感兴趣，或者只是想了解一下剧情，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讲讲这个游戏到底说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游戏通过4名角色剧情线的互相交织，一步步将玩家带入到这场残酷的战争中。 在巴黎车站与埃米尔告别的弗雷迪参与了第1次马恩河战役。这名黑人士兵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利用解线前不断破开铁丝网，为法军保障了进攻路线的畅通，并只身炸毁了敌人防守严密的大桥，斩获德军的军旗，证明了自己。冬天来临了，埃米尔负伤沦为俘虏后，被迫作为厨子为德军保障餐饮。营地中的一名德军军医牵着一只军犬。 埃米尔给这只狗接了一点水后，就去伙房中准备食物。此刻，一个脚步声传来，没想到是被驱逐到德军服役的女婿卡尔。两人相拥重逢后，老丈人给女婿带来了妻子玛丽的家书。德军此刻已经占领了自己在法国的家乡，玛丽带着她年幼的儿子在艰难维系。虽然情形很糟糕，但至少这封能抵万金的家书给卡尔带来一丝慰藉。 而此刻的清沙佩勒，英军第一次采用了火力压制的战术，配合步兵对德军阵地发起了猛攻。一轮猛烈的炮击过后，阵地遭到了重创，大部分德军就此被消灭。那条叫沃特的军犬将埃米尔拖出了废墟。侥幸捡回一条命的埃米尔立刻关注起了自己女婿的安危。在找到一名残存的德军士兵后，得知卡尔被带上了齐柏林空艇。埃米尔长舒了一口气，两人再次躲过了死神挥舞的镰刀。就这样。 这名法国战俘和这条德国军犬从此相依为命，他们互相配合，在战争中苟延残喘，寻求一条生路。弗雷迪也跟随了英军，参与了新沙佩勒的进攻，冒着敌人猛烈的火炮和机枪扫射，在配合英联邦的印度士兵攻下了一座火炮堡垒后，他看到远方战壕有个眼熟的身影，那正是当时在巴黎为他解围的埃米尔。他利用火炮救下陷入危险的埃米尔和沃特。 也许是命中注定，两人在战场再次相遇，并在之后成为了配合亲密的战友。到了1915年4月，第2次伊普尔战役发起，德军使用了利器，发动了人类历史上第1次毒气战。在沃特的帮助下，埃米尔不断瓦解敌人的毒气攻势。然而，德军还研发了毒气弹，配合齐柏林空警再次反击。 大量致命的氯气在战场散播，两人在战壕中不断逃命。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名开着法国出租车的女孩救下了他们。三人一狗不但躲过了庞然暗影的空中打击，也从大迷宫般的战壕中逃出升天。通过和女孩交谈得知，她叫安娜。在战争爆发之初，她接受了兽医训练，并照顾军中的战马们。而德军在入侵比利时后，抓走了身为科学家的父亲。德军前线的指挥官冯·多尔夫男爵逼迫他的父亲为战争制造各种武器，安娜为此十分着急。在巴黎利用出租车带着法军士兵赶赴马恩前线后，因为他演练的是那横尸遍野的战场。这名来自比利时的女孩有着纯粹的善良，对平民、法军士兵甚至德军士兵都一视同仁，不断利用自己的兽医知识来救死扶伤，直到在追逐男爵的路上救下了正在躲避毒气的两人。为了救下安娜的父亲，也为了找到自己在空灵上的女婿，三人追踪男爵的飞艇来到了法国南斯。一路上帮助了不少被困于轰炸中的平民。在南斯的大教堂上，菲利与男爵展开了第一次交锋。利用手榴弹炸毁了空艇的引擎。男爵在察觉情形不利后，逼迫卡尔拉起飞艇逃之夭夭。严重受损的飞艇在不远处坠落，男爵消失不见。三人在追击出其中找到了受伤的卡尔，可好不容易迎来一个短暂的团圆，就被受挫残骸的法军士兵团团围住。作为德军的卡尔被送往后方的集中营关押，而艾米尔因为找女婿一直未归队，被判为逃兵，送上了军事法庭。不过，鉴于在南斯的英勇表现，法庭免除了对他的惩罚，但需要他再次回到前线服役。到了1916年2月，凡尔登战役爆发。哪怕对一战不是很了解的观众都知道凡尔登这个地名代表着什么。在漫长的10个月中，德法两军互相倾泻了巨量的炮弹，造成了70多万人的伤亡，因此这场战役也被称之为凡尔登绞肉机。两人带着沃特英勇作战，夺下了敌人的炮火阵地，对德军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军队高层听闻了他们的突出表现后，为此还给他们颁发了勋章来表彰他们的勇气。1916年5月8日，埃米尔小队被派遣去夺回杜奥蒙堡垒的任务。这段任务开始的军官讨论战术的对话非常的生动形象，3张图就把一个特种行动给你交代的明明白白的。原本他们只是去夺下堡垒，没想到在里面遇到两人一直以来追击的目标男爵，他正挟持着安娜的父亲利用堡垒的掩护，在里面秘密研发一款重型坦克。在主角一行人的穷追不舍下，男爵利用这辆原型车负隅顽抗，并引爆了炸药，摧毁了整个要塞。剧烈的爆炸将他们埋在了里面，只剩艾米尔一个人逃了出来。随着后续德军前来支援，夺取堡垒的任务失败了。在废墟中，菲利想起了自己深爱的人，在战前他有个很美丽的妻子。然而他们在教堂结婚的当天，由于战争的爆发，教堂遭到了德军的轰炸，妻子也就此丧命。为了给心爱之人复仇，菲利在已经破败的废墟中振作了起来。他带着沃特找到了安娜的父亲，男爵再次逃跑。为了冲出这片废墟，他们修好了这辆原型坦克。一路杀出重围，回到了法军阵地。埃米尔和弗雷迪再次重逢，并给安娜写信，告诉她的父亲已经获救。收到信的安娜非常开心。卡尔被送往集中营后，一直由安娜给予精心的照顾，受伤的腿也得以恢复。原本卡尔准备在这里安稳的等到战争结束，就能和家人团聚。然而玛丽的来信让他非常不安，自己年幼的儿子得了重病，而母子二人在德军的控制下连生存都很艰难，更别说能获得良好的救治。被逼无奈的他伙同了一名同伴，剪开了铁丝网逃了出去。在同伴的牺牲下，卡尔互换了狗牌，迷惑了追捕的士兵，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逃离了大搜捕。此刻一战已经打了2年，双方都利用壕沟战、铁丝网和无人区，形成了互相对峙的局面。地面攻势难以发动，双方也开始在地下动起了心思，互相向对面挖掘隧道。等挖到敌方阵地下方后，埋设巨量的炸药，直接一锅端，但是大家都知道，挖掘这一隧道的风险很大，搞不好扎亚没埋成，自己却埋在洞里。因此，埃米尔被派遣到救援这一卓越的士兵任务中。在昏暗复杂的洞穴中，他利用自己的铁锹和沃特敏锐的嗅觉，救下了多名被困其中的战友。然而，当时双方都在干这种事，挖着挖着可能窜动到敌人的洞穴中去。埃米尔在里面发现了一名同样被困的德军士兵，出于他的良知将其救下。两人没有选择杀戮，而是互相帮助离开了不断坍塌的洞穴。甚至当其他德军赶来时，这名短暂结识的朋友还帮助身为敌人的埃米尔逃脱。如果不是战争，两人的这一段经历可能让他们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然而，更为遗憾的是，当搜救任务完成后，法军向德军阵地引爆了炸药，埃米尔刚结识的德国朋友就此消失在尘埃之中。法国军官们正为这次出色的爆破行动而庆祝时，只有埃米尔十分难过，甚至拒绝了授勋。战争来到1916年9月，为了打破2年来一直僵持的阵地战，英军首次使用坦克向敌人发起攻击。在坦克的掩护下，协约国一路势如破竹，不但冲破了敌人的防线，还将男爵就此击败。接连战况的不利导致男爵被撤职，调离了前线。而冬天也再次来临，卡尔顶着风雪步履蹒跚，不断躲过法国境内正在搜查的宪兵，一步步往家的方向赶去。他心里只希望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能多坚持一会儿。然而极寒和饥饿让他即将消失在风雪中。可能是他的命不该绝，命运留给他一个惊喜。安娜刚好驾车遇见了即将被冻死的卡尔，并让他救了下来。在安娜的帮助下，让他越过了多处追捕，最后抵达了家乡圣米耶勒。然而此刻的圣米耶勒还掌握在德军手里，刚抵达就被德军抓捕。他老丈人参与训练的军营，如今已被德军占领，用于训练。在一番审讯后，卡尔不但没有回到自己的家里，由于战局的不利，他将再次被调到前线准备作战。协约国发起了反击，甚至战斗就爆发在离家几百米的地方。毒气弹的漫天飞舞，让曾经烽火之地的麦田变成了人间地狱。在混乱的战场，卡尔趁机逃回家中。令卡尔没想到的是，家人都因为氯气所害而昏迷不醒，卡尔也因为在救人过程中吸入了太多的氯气而倒下。所幸运气真的很好，在沃特的带领下，安娜及时赶来，救下了即将死于毒气的卡尔一家。由于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导致美国大为恼怒，再加上齐默尔曼电报事件，让美国也即将加入这场团队死斗。弗雷迪收到了弟弟的来信，可能将跟随美国加入这场战争。这里有一定几率，他弟弟可能就是战地一中那个美军派入战场由黑人组成的哈莱姆地狱战士兵团中的一员。而另一侧，由于在凡尔登的誓死坚守获得了大胜，法军准备在贵妇小径发起尼日尔攻势。在好几年前战地刚出这张地图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过这段历史。埃米尔也被派往这场血腥的屠杀之中。由于德军已经在该地盘踞2年之久，构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在4月16日战役打响后，很快就陷入了僵局。仅仅几天的战斗，法军就有数万人的伤亡。而获得的战果仅仅是往前推进了一点点，绝大部分法军士兵都陷入了铁丝网和德军各种机枪火炮的屠杀。在战况不利的情况下，法军将领尼维尔仍然坚持士兵发起攻击，就这样再次把几万人逼入了地狱之中。游戏的最后一关褪去了清新的画风，仅靠手绘便打造出一幅血腥的人间地狱。埃米尔和几名队友被迫参与这场攻势，进攻路上身边的队友接连死于德军的机枪之下。然而法军的军官依旧在强硬的督战，让这些士兵冒死的发起进攻。最终，埃米尔看不下去了。面对前面暴走的军官，他拿起了手里的铁锹，狠狠地向他砸去。不少士兵发生了哗变，最终法军高层无奈放弃了这场攻势，以伤亡 18.7 万人的代价结束了这场战役。而参与哗变之一的埃米尔望着铁窗外西碎的阳光，为自己的女儿写下了最后一封信。一名军官此刻进入牢房，告诉他时候到了。This letter is my last. I've been found guilty by a military court for the death of an officer. It was not my intention to kill him. War makes men mad. And though I failed Carl, I know my sacrifice has not been in vain.何为勇敢的心？勇敢的心不是在战争中获得了多少荣誉，击倒了多少敌人，而是像卡尔、埃米尔、安娜、弗里迪他们那样，面对猛烈的炮火、无情的枪弹，即使手无寸铁，依旧热爱每一个生命；即使衣衫染血，也竭尽全力地拯救每一个受难的灵魂。即使他们做的事，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看起来有些愚蠢，但就像游戏中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每拯救一个生命，就是这场战争中的一个小小的胜利。”他们虽然是战争的受害者，却是战争中的不灭星光，是那人间炼狱中人性最后的救赎。正像游戏名那样，愿勇敢而善良之心在你我心中永存。